哎，同志们，今天铺盖拉来了吧？嗯，现在开水正热了。这说谎了？嗯，这说错了，过来。没说拉出来啊。说了。没有人说。为什么不拉？为什么不听话？ 没有啊，我忘记了。哦，忘记了。哦，你自己也忘记了，去烫烫双半个小时，你看一看，什么感受？好，那么休息啊。这被子嘛，搞什么东西啊？赔你妈10条好了。我是。 搞脑子真是，好了，难道我说的不对呀？怎么了？那么他们，你有什么脾气？你向我发，我飘了一样的，几个辈子在那边跟我吼。 这咋回事？昨天没有拉，今天还说谎呢，说哎我们拉回来了。没有人去拉货，还进错了吧？应该你们早上来的时候就拉回来，养成那样的习惯，还要说服，还要来多，什么态度了？那是好好说就。好好说，他们不听嘛。结果他们糊弄我了。他人呢？谁？爷，房间里。人呢？ 是不是喜欢被子啊？来，我给你抱回来了。好样的，好样的。我当时起床气比较重，然后再加上爷当时生气的冤枉我，我就特别特别烦，就特别生气，越想越气。还说我们骗人，谁跟他讲搬回来了？怎么能火？看他不就不爽了。